见到轮椅的。好撚仆街啊！屌你老尾，见到轮椅就走喎、啊。唉，我请下婆婆先。真系好撚仆街，屌你老尾啲人。咁你就唔好买艇站啦。系啊，你一睇佢就知啦，一見到輪椅就走啊！走喎，我心諗係咯，係依家喺依度咯，咪喺依度咯，拎一個隔離，由佢咯，佢冇機會老嘅佢，拎一嘴走佢就係啊！你推咗埋佢走喎，你咁樣你又唔好排的士走啊！唔係咯，你排的士邊個上得到噶嘛？唔係大佬，喺屋村嘅好多人都有嘅真係。因為他不用賺錢，他一直都沒有客人。有時就是影響這些行業就這樣看。是啊，就是這些。就是這些影衰人。我沒什麼所謂，因為你就不要埋去的士站。你不要埋去嘛。他們兜的嘛。兜啦。